Manan Despas Nida， 没错，如标题所见，今天呢，我们要再来玩我们的 Roblox Doors。那上一集的 Roblox 的 Doors 观看量真的是还不错。那我们这一次呢，我们找到的 Floor Do 第二代的门。那因为我是没有破到那个100关，但是我是觉得说，既然我们 Doors 原版玩过，我们要尝试玩看别的版本的 Doors。那今天我们就找到 Doors Floor 2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进去看喽 ，Go Go！ 好的，现在进来我们的 Doors Floor 2的页面。那好像它这边是只有两个电梯的感觉。OK， 现在我们就是这里，这就是那个。哇，哎呀，这个它是会移动的耶，还不错哦，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哇哇哇！哦，有人进来，有人进来！为什么他这个是动漫派的？为什么他是动漫的？等一下，就这么等。哦，有三个人，三个人。哦，载入中，期待，期待，期待。哇 ，OK， 所以现在是在这里 ，Floor 度。OK， 哦对嘛，因为好像记得剧情是这样子的。哦，时钟，谁看那么快？这里还不，他现在外面也有那个，他现在外面也有。哦 ，OK。等一下，哈，哇，哇，那是 rush 吗？哇，哇，外面好震，哇，好像看起来像一穿过我的人。好多次哦！出来 ，OK。那这个看起来不错哎，105。哇，它现在是两个时钟，一次时钟，好像听说是要到三次它才会那个停的。这才一次，哦，两次，两次，两次，要三次，所以还有最后一次，有吗？有吗？哦哟，好，等等，等他，等他，等，等他，好，走，可以走了，可以走了，不能动，不能动，黑暗好像是不能动，刚刚是不是动了一下？诶 ，OK， 哦，等一下，在楼上是吧？对，哇，这好酷哦！这坐着坐着太棒了，红色的，红色的，哦，红色的，哇 ，OK。红色的有点酷哦，OK， 这边还好，哦，哦，黑暗。黑暗的话，就应该是代表不能动。哇，他这个气氛弄得恰恰好。又来，啊，这个很可怕，就是，这边门都封住了，啊，
好酷哦，走弟弟，对对对，对对对，哦，进去了，进来。Oh my！ OK， 一次失踪。对，他就会像这样丢，他就会像这样丢，好像还有一次，对，他应该是三次。嗯，还没吗？没了吗？哦，没了。我刚应该计算错。哇，螺旋楼梯耶，好棒哦！哎，如果是现实中的话，好像是比较难去爬上来的。哦，又一个，又一个。对了，这个 floor 度我好像又有看其他人玩过。哦，有箱子可以藏起来。呜喂喂喂！哦，画面好正，画面好正，画面好正。呜呜！呜！哇，这个 rush 有点恐怖哦。Oh yeah， 这次应该又是走地下。还没有十字架哎，好像听说要拿到十字架哎。Hello， 哦，哦，吓死人，吓死人！这个作者真的很强哎，幸好我刚刚没有站在那边，不然到时候我就不知道我现在在哪里。不是这样吗？哎，没有哎。No way！ 遇到时钟的几率也未免太大了吧？一次时钟，哦，两次时钟，它这个时钟会随机的吗？哦，三次，三次，三次了，三次。OK，OK，、okay, okay、哇哦，哇哦。哦，这只是纯粹的洞穴地形。哦 ，OK， 它的灯几乎都用的，有时候它的那个灯几乎用的都是那个，在最后那个正版的 Doors 结尾。哦，你看它像这种灯，它这种灯就用的就是那个100关结尾，然后它就会有。哦。122，哇，欸，好多螺旋楼梯哦，我刚怎么讲螺旋楼梯，哇哦，我们就看自己能挑战到多少关，就一次机会 ，yes， 又是那个，哦，所以是好124 ，OK。哇，一二五，完了。这个作者还不错，他有做到那个原版多次的效果。我死得很深，深度会在大门间冲刺杀死他路上的一切。如果你感觉到深度的存在，请寻找藏身点。OK， 好吧。好的，刚刚呢，就是我稍微玩了一下 Doors Floor 度，虽然没有比第一集就是那个 Doors 就是正版玩的久一点，那我们就这次玩的比较少一点呢，希望观众可以见谅，尤其是前述基本版可以见谅哦。
好来，今天影片就到这边。然后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别忘了帮我按赞、留言、订阅、分享，学可以养孩子。那我的 IG 在这里也欢迎追踪一下哦。那我是 Jasper Su， 下一支影片见啦，拜拜。